大佛顶如来密音，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受楞圆经，监院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两百九十九面。心无生，身无生执。 那么我们这课讲到这个五印魔镜的啊，最后一个魔镜啊，就是四印的魔镜。这个四印呢、啊，它的形象是甚深维系的，我们一般人是很难去了知的。那么在成为书论当中呢，讲出一个寄送啊，把这个四印呢、啊，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明。 他说呢是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盘正等。那么这个偈颂就讲出了他四种相貌啊，所谓的因果染净四种相貌。这个无始时来界呢，这个界指的是种子。那么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呢，它的功能啊，就是它能够摄持我们过去生无量无边的有漏无漏的种子。 这个讲到它的音相，它有色、持这个无量功能的相状。那么一切法等义呢，就是说它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它会变现啊各式各样的果报啊，比如人天的果报、三恶道的果报，这它的果相。那么这个因跟果当中又有杂染跟清净的差别，所以有始有终去，这个指的是杂染的因果。 假设我们在因果当中执着有一个真实的自我，那就变成整个六道的因果。那么槃，即涅盘正得这个讲清净的因果。假设我们在因果当中能够观察我空法空的真理，那么以平等的心性来面对因果，那么这个时候就成就涅盘。所以说呢，其实整个阿赖也是假设我们掌控因果染净这四个相貌。 你就很清楚了啊。那么，在整个啊这个十种的五音魔镜当中呢，它前面三个呢是偏重了它的音像。啊，执着阿赖也视为真实的自我，它能够主宰一切的办法啊，它是依着人生的音像这方面来执取的。那么，在四五六七八这五科当中呢。 他所执着的是他的果相啊，就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这种杂然的果报产生执取。那么后面两颗呢，是一种对清净因果的执取，对涅盘的执取啊。好，我们看第五个的生无生子，这个是一个对第八世的一个杂然果报的执取。那么生无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第八世它变现的这个四大。 那么他以为这个四大是能够升起一切万法之因，那事实上呢，它并不是能够升起的因，它本身不是能生，那执着这个四大为能生，叫做生无生子啊。我们看经文，有善男子，穷诸行空，以灭生灭而极灭，精妙未也。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啊，这个修止观的人已经把这个。 第七世的相相貌给破坏了，而这个极灭的第八世现前。我们刚刚讲过，第八世有两种相貌，第一个是杂染相，第二个是清净相啊。那么这个时候，当我们刚开始接触第八世的时候，当然还是在杂染相活动。这个杂染相就是一种粗重的相状。 那么，这个修行人在这个极灭的第八世当中呢，他还是在第八世的出重的状态当中活动。对于整个第八世这个清净的精妙的相状，还没有完全的证的，就是他还在这个杂染的这种生灭的因果上活动。啊，他是指的这个意思。若以言融根护用中，以德随顺便利演化一切发生。 求火光明，药水清净，爱风周流，官尘成就，各个从事，以此倾城化作本因，立常住劫。世人则堕生无生执，诸家瑟波，并婆罗门情心一生，是火从随，求出生时，成其伴侣，弥佛菩提，忘事执见。那么他怎么就对世道产生执取呢？这一下讲出他的理由。 他说啊，他这个时候在这个颜融的一心当中呢，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六根护佑，而且对整个六根护佑可以说是神通自在。这个随顺就是神通自在，他随时可以以眼根而升起种种的观照，也可以以眼根升起种种的听闻等等。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在颜融变化的六根当中呢，他就执着。啊。 他说：“这个六根能够升起种种的广大的妙用，而这个六根它是四大所成，所以既然六根有这样的作用，这个四大呢也应该记住这样的广大的妙用才对呀。”啊,啊，你看，你看，我的眼根能够去看东西，眼根也可以去听闻东西，所以这个这个根啊，这个四大之根啊，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一是这样的一个思考呢，他就怎么样呢？求火光明，他就从火中啊求广大的光明。他认为光明一定从火中而来。药水清净，他就追求这个水中的清净论者。爱风周流追求风大的周遍流动。观城成,成就，他开始去啊观察这个地大。 它能够成就一切的山河大地等等。那么在第四大当中呢，就各有各的尊崇，各有各的奉事啦。你看那外道，它也是四火外道、四水外道、四风外道、四地外道。因为他认为这个四大有不可思议的妙用啊，以此形成花作本应，立成助劫。那么他就这个群臣就四大，他认为这个四大之劫啊。 四大肢体能够花取万物的妙用，而以四大为常住不生灭的理解，这个人则堕生无生死四大。他执着四大为人生，死者四大并非人生。那么，在整个印度当中呢，加奢波啊，加奢波就是四水外道了；婆罗门就是火外道了。那么这两种外道呢，就跟他做伴侣了。他们一生当中呢，啊，勤劳他的内心。 意使他的舍身来侍奉佛，希望火中赐给他光明，消除他的业障；崇拜水，希望水能够给他种种的润泽等等，乃至于一止四大，能够求出生死，而成就不生不灭的涅槃之果。当然，他的结果就是弥佛菩提妄事之见，迷失的诸佛菩提广大的功德，也失去了大乘善根的之见。 是名第五计着，从事民心从物，利妄求，引求妄计国。唯也言通被念盘成生颠化种。那么，这个是第五种的啊执着啊，就是向外攀岩四大的这种从事尊奉。那么，迷惑内心的功德而遵从无知的啊地水火风四大之物。那么，因为你一指的是一种希望之因，当然你追求的是一种希望之果了、啊。 那么我也言,言通，被涅盘成呢、啊，啊，升起一种颠倒之见的种性，一种外道种性。这个四大，它不是能生，它是所生，所生就是什么？它是被动的，它本身没有主动权。所以，我遇大师在这段当中他说啊，其实四大之性是个人的行业花现吗？ 你福报很大，你看到的四大全部都是安乐的功德相嘛。你业障很重，你看到的四大都是苦恼的。四大怎么能够做主呢？是你的内心的业力做主嘛？那行业发现。比方说，我们有些人喜欢买啊水晶的念珠、沉香的念珠。那么到底这个水晶、沉香有没有效果呢？如果从佛法的角度很难讲。 你要福报大，你有那种善业力，你就可以把它好的一面启发起来。你要业障重，你你接触的东西对你通通是伤害的。从严经的角度啊，每一个法都记住功德相，也同时记住过失相。那这个佛，有些人去接触他，哎，很温暖；有些人一接触他，很热闹。这个火本身是没有自信，它本身是什么呢？ 它的本质就是清静本然周遍法界嘛。那么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行业发现嘛。我们前面讲四科七大，的每一个法都是这样。你怎么能够把四大当做功德一个人生的一个种性呢？啊，因为这个地方是心外求法了啊，心外求法。我们看第六科的归无归子，这个归呢？ 归就是趋向，那么他认为说，只要把四大的根深灭除了，就能够趋向空无的涅槃啊。这个这个思想跟前面完全相反，前面是追求四大，这个是非常讨厌四大。他认为四大是障碍他趋向涅槃的一个唯一的障碍啊。看经文中容易了解。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以灭生灭而已，即灭，精妙未远。这个地方一样，他在整个第八世的出众跟之妙精妙当中啊，开始抉择。那么他怎么抉择呢？看第二段：若以言明，即明中西，非灭情话，以有灭义为所归。深胜抉择，是人则堕，归无归子。 无想天中诸孙诺多曾其伴离弥佛菩提往世之见。那么他对于整个圆满占民的心中啊，这个严明指的是第八世了。那么他执着这个占民虚无的体系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认为哇，这个是我的就近归依之地了。那么怎么办呢？非灭情化，他就想要去消灭。 这个情话就是四大所成的根生世界，他觉得啊，这个色身对我是障碍。你看，我有老病死啊，就是有色身啊。我要没有色身，我就不会生病啊，就不会衰老啊，也不会死亡啊。所以他就想要去消灭这个四大的根生，以有灭一为为所归一。那么他认为说啊，一旦我的根生消灭的，我的明了的心就进入一种空无的状态。 这个就是永恒安乐的归依处，以这样子来当做他的圣境。那么这个人他堕入到呢归无归止啊，他心中想要以这个远离世道的空无为所归依之境，而事实上呢，他不是真实的归处。这当中呢，在法界当中呢，比方说无想天，还有顺诺多啊，这个顺诺多这个空性之神呐、啊。 成其伴侣，弥佛菩提往事之见，是名第六言心无心，成空王国，唯演圆通，变念般成就断灭种啊。那么这一指这个言虚的无心啊，以这个啊虚无之心呢、啊，来当作因地而成就空王之果。那么在因地当中违背了大乘的圆通的佛性，在果地上呢。 也背离了涅槃的功德层，升起断灭种。他认为啊，只要把四大断灭了，这个就所作皆办了。前面一科呢是把四大讲的哇不得了，功德庄严。那么这个地方是把四大讲得一文不值啊，是生是苦本啊。佛法对这个根色身啊。 也不会很排斥，但是当然也不能执着，啊，说你完全不这个根生世界啊是苦恼没有错，但是问题问题不在你的色身，啊，就在在那个在那个在在这个一教经啊，这个一教三经里面讲到说，有些人呢、啊、他用手去造业、啊，他就想要把他的手砍掉，啊，有些人用嘴巴造业啊，他就嘴巴就不讲话了。 其实问题不在这个根深呢、啊。佛陀说啊，说这个牛车啊，牛车跑错跑错地方啊，你打那个车子是没有用的，你无无意的苦痛，这、那个车子是无辜的是那个牛出的状况。所以我们在整个身心世界，你会感到痛苦啊，那是那个内心中有业力跟烦恼，也跟那个色身没有关系。你看佛陀也有胜色身呢、啊。 佛陀的色身对他不构成障碍，佛菩萨的色身呢，无量的功德庄严啊。所以你把色身灭掉的问题不在色身啊，问题是我们那个烦恼的心啊。所以你看，楞严经他的思想就是讲顺逆皆方便。楞严经认为啊，外界啊，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你说，哎，这个人绝对是障我的道。 那个人已经不同意这个看法。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绝对占你的道。你要好好的好利用它，是你的善知识；你要不好,好的利用，它变成你的障碍。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诸法无自性啊，完全是存乎一心啊。所以，我们对四大根深呢，不认为它是好，也不认为它是坏坏啊。要用得好。 它、啊、是助道的因缘啊，用的不好，那么当然障碍重重啊。看第七个的贪非贪执啊，这个贪呢，它是贪求它的寿命能够长生不死啊，那么这个叫做贪啊，但是这样的贪求呢是不应当的啊，这是做不到的，就叫做非贪啊，贪求一个。 根本做不到的东西啊！又善男子，穷诸行空，以灭生灭而以即灭，精妙未圆啊！这个是表示多的心呢，已经破除了前面的适应，开始在整个维系甚深的生灭跟不生灭的和合,合的第八世中开始活动，开始修止观了。修止观当中呢，他出了一个状况啊，我们看他出什么状况。 若以言长故生常住，同以经言常不请示。生圣劫者，世人者多贪非贪子。诸阿斯陀求长命者，成具办理，弥佛菩提，往世之见。那么他那个明了的心呢、啊，在那个第八世那个圆满常住的这个法当中啊，活动。第八世我们知道他的体系呢、啊，浩浩三藏不可穷啊，他的整个空间呢、啊、是遍满法界。 整个时间呢，充满了过去、现在、未来。那么他在整个第八世中活动的时候啊，他就觉得，哎呀，这个第八世不得了，圆满常住。那么他讲啊，这个我的色身啊，要是能够像第八世这样的常住不坏呀、啊，那这该有多好呢？所以呢，同一经言常不情事，所以他就希望啊，他的色身啊，能够等同于第八世的这样的一种。 啊，世经严明啊，能够长住不坏，长久住世啊而不灭亡。那么以此这样来当作一种坚定而殊胜的理解，这个时候堕入贪回贪执啊,啊，比方说呢，这个阿斯陀这个长寿仙呐、啊，一生当中追求长寿长命来当作他的伴侣，弥陀菩提，往事之见，这个是他的一个执着点。看他的总结。 四名第七执着命缘立故妄因去长劳国，唯也缘通，被涅槃成圣妄言种。那么他的执着第八世呢？他是生命的根源，寿命的根源啊。他说第八世，寿命是第八世所变现的，这个能变现的第八世是这么样的，圆满长住。我所变现的寿命也应该圆满长住，这对呀、啊。 因为这样啊，而升起安的一种固望之因，要坚固色身来当住他希望之因，以追求常住的果报，以为其希望之果啊。那么我也圆通变念盘成生望言种啊，心中啊希望的追求延长寿命呢、啊，而成为长寿仙子种类。 佛法是认为啊，色身呐、啊、是无常败坏，色身你不可能长久的啊，你总有一天要死亡，但是你内心呢、啊、是无穷无尽的。你看我们我们前身，前身那一念心就是你现在这一念心，佛法就是这样，那个水流嘛，你说从上游流到现在，那那个水流。 你还是那前面那个水流流下来的、啊，没有上游的水流就没有这个下下游的水流啊！在这个前面我们在讲四颗巨大的时候，在讲破妄选阵的时候，博多不是讲一个比喻吗？他问波斯匿王说啊，你小时候几岁去看恒河啊？他说我三岁就去看恒河。他说你既然六十二岁，你再去看恒河有什么差别？ 他说差很多呢，恒河的水啊也不太一样、啊，比以前污浊了。我能看到这个眼根啊也衰老了，所依的根生衰老的，所看的恒河也都衰老了。那么佛陀说，那你那个能看的心，就是那个明了、那个清净明了、那个明了的心性，住在你眼根当中去看恒河的时候啊，那个能看的心有没有什么差别？哎。 这个时候，波斯尼们回光返照，哎，那个没有差别，还是一样那个明了的心。佛陀说啊，是的，那个心是没有差别，那个心就是通于过去、现在、未来，那个是没有差别，那个就是你的生命的依止处，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就是依止这个来修的，通于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不能以根生来当作生灭的因。 啊，因为你要我为怎么样修行呢？为了追求长寿，为了追求长寿，你身体要生病的时候，你就没办法修行了。啊，依此在读为本修因啊，色身生病照样可以修行方法不同而已。我不能拜佛，我可以念佛。啊，所以这个色身呢、啊，它只是个工具，啊，不能当一个修行的本因的。 我们看第八个的真无真子。这个真呢，就是把第八世所变现的安乐果报呢，当做真实常住的。那事实上呢，它不是真实常住的。就这个，从这个四五六七八都是椰着果相，它所变现的果相来说啊，包括它的四大啦，它的根深啊，乃至于它种种的安乐果报啊，这个一真二报。 看经文，又善男子穷出行空以灭生灭，而以己灭精妙未言。啊，这个地方跟前面一样了啊。光命互通，切流成楼，空气消尽，便以此气作莲花宫，广化七真多真宝源。自从其心生圣洁者，是人则多真无真执，乍执迦罗成其伴侣，弥佛不提往事之见。 那么这个修此观的人，他就在整个第八识当中呢观命。要观察这个第八世啊，是众生的生命的一个根本的一止处，而且这个生命的一止处是互通的，就是众生当然他所变现的果报各式各样，但是他的第八世之体是互通的。 那么，他就产生这样的理解以后呢，他就产生一个怎么样的行为啊？窃留尘劳，恐其消尽，他贪恋世间的、啊、这种武艺尘劳的境界。那么，他恐怕这个寿命的消亡窘境啊那么他所变现的这些啊，所有的医正的安乐的果报也消尽，所以他就在这个定境当中啊。 就全心全意的去贪求啊，安住在这个莲花宫。这个莲花呢，不是指清净的意思了。这个地方莲花指的是庄严的意思。他就贪恋这个过去的善业所变现这个庄严美丽的宫殿，而且广化七真，以神通力呢，在这个宫殿当中变化种种的珍宝，而且多多的增加种种的美女。然后干什么呢？自重其心。 放纵自己的内心呢、啊，享受在整个宫殿舞艺当中，那么以此当做一种殊胜坚定的理解，就是这个就是我修行的，哎呀，这就是我追求的目标，就是这件事情。世人则堕真无真执，那么他执着第八世所变现的安乐果报，当做是真实常住之想，那实际上不是常住的啊。那么他变成什么见属呢？这诈执。 诈示就是劫福了，迦罗就是我所做。其实诈示跟迦罗就是指的六一天的天魔的异名啊，有那个化乐天啊，他化自在天啊，就做这件事情啊，变现安乐的果报啊，来做种种的受用、啊、以这样子来当作他的涅槃，迷失佛陀的菩提功德而忘事大乘的三根之间，是名第八花邪是因立次成果。 唯也圆通被涅盘成圣天魔种，那么就发起这个放纵自己欲望的因，而追求这个四圣成劳之国，唯也唯也圆通啊，被涅盘功德之成，那么升起了六亿天天魔之种，以后变成天魔的眷属，因为他这个追求这个武艺的快乐嘛。 啊，这个叫化热天呐，贪化自在天呐、啊，都是这个想法啊。那么到整个这个十科的适应的魔镜呢，这八科当中呢，它的特点呢、啊，就是在这个不管是人生的因，不管是所生的果啊，总而言之，它产生一个自我意识，一个我，还有一个我所受用这两个部分，所以这个都方都是生死分离。 这个繁复的我跟我所是很坚固的，你看他到的这个史官的过程当中，还是被这个我跟我所所迷惑颠倒，啊，在这个春秋时代啊，这个楚国啊有一个国君叫楚成王，楚成王是谁呢？就是春秋五霸这个啊楚庄王的祖父，楚成王在历史上是很有作为的，奠定了整个楚国称霸的基础。 那么他本来是立一个太子，他的长子就是商臣。后来到晚年的时候啊，他就这个老大这个长子啊不长进了，他喜欢他的小儿子，所以说很想要把这个长子商臣给太子给废了。但是这个太子当时跟很多的文武百官啊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商臣很快就知道他父亲要把他废掉。 所以他就提前发动政变，你的军队啊，直接啊就杀到王宫去了。杀到了王宫，楚成王没办法了，他儿子就给他一条绳子了，说：“父亲啊，你自己了断吧。”楚成王没办法，就上吊就死掉了。死掉以后啊，发生一件事情，他爸爸眼睛都没有闭，哈哈都没有闭，死不瞑目啊。 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君王死了以后，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啊，就是他要他的这个下一代的君王要封给他一个谥号。这个谥号呢，是要留名千秋的，表示他一生的成成败。所以这个楚成王他眼睛没有闭啊，就为什么呢？因为他看看我这个不孝子啊，到底给我什么谥号。果然他，他这个儿子给他谥号不太好。 给他一个叫楚灵王，这个灵巧的灵。古时候啊，这个灵巧不是好事情。呵呵这个人做什么事啊，不够不够厚道的意思了、啊。那么这个这个这个儿子给他这个楚灵王的谥号啊，他老爸不满意，眼睛还是没闭。那没办法了。那个这个这个大臣就说啊，那这样不行啊，先王没有闭眼睛啊，不能入殓啊，这个大礼不能成就啊。 所以这个想想啊，他儿子就亲自跑到他爸爸面前说：“那这样子好了，封你一个楚成王，表示你啊功成名就。”讲完以后，他爸爸眼睛就闭起来，满意了。所以你看，我们一个人命临命中的时候啊，对那个自我、啊、自我意识啊，在整个因缘果报当中，那个自我意识，我跟我所。 我跟我所有我所受用这个东西啊，那个执着是很深的。到你命中的时候，你看根深败坏的，潜力已经消失的，所有的东西都消失的，那个自我意识，我们还是不肯放弃啊。那么到前面的八科当中呢，其实啊，整个修止观的人在整个第八识的因果当中都没有离开我跟我所的这部分的执取。 占第九、第十就不一样了，那是出世的圣人，这种圣人是在第八世当中啊，已经证得我空的真理，他只有一种维系的法治了。我们看第九科定性声文，这个定性声文是怎么说呢？这个修行者呢，他是决定证得偏空无为之理而成就阿罗汉的果位，但是他呢。 在成就阿罗汉果之前呢、啊，他不可能回小向大，谁跟他讲都没有用，他一定要证得阿罗汉果才能够回小向大的。在整个出国二国三国的,的过程当中，他不可能回小向大啊。又善男子，穷诸行空以灭生灭，而即灭精妙未圆啊。这个讲到他在第八世的生灭。 跟不生灭的两个相貌中活动啊。看第二段，以命名中分别经出疏解真伪因果相酬，为求感应，被清净道。所谓见苦断集，正面修道，积灭已修，更不前进。神圣劫者，世人则堕定性生闻，诸无闻声增善慢者，成具半离弥佛菩提妄事之见。 那么以命名中，那么在这个时候，在整个众生的命根的显现当中，这个众生的命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第八世了。这第八世的这个命根的啊，这个境界啊，显现当中呢，他在那个地方做什么事呢？分别经出，疏解真伪。分别啊，这个第八世啊。 有精妙跟出众两种的差别，怎么说呢？他认为第八世当中呢，这个道灭二地是精妙的，而苦集二地是出众的，所以他把它分别出来，把分哦这一部分是精妙的，这一部分是出众的，他把它区分出来，而且呢又有真伪的差别。那么他疏通阶断呢，他认为道灭是真实永恒的功德，而苦集呢是只是一个希望的假象。 他又不断分出经出，也把它分别出真伪。那么因果相酬为求感应，他认为说啊，这个整个生命当中是因果报应的。怎么说呢？我们因为过去有漏的这个极地的业因，才招感世界的苦地的果报。 也因为出世间的道地之因而遭感出世间的灭地之安乐，所以他认为啊，这个生命啊是因果报应的，所以他呢追求这个出世间的道灭二地的感应，他就远离的世间有为的苦集二地，而追求出世间无为的道灭二地，追求这个出世间的二地的感应。 但是从大乘佛法的角度呢，是背清净道、背离的大乘实相的清净的菩提大道。为什么呢？因为他见苦断集正念修道，他如实了知三界的痛苦，而这个痛苦是由心中的极地烦恼跟罪业所招感的。那怎么办呢？应该要修习戒定慧的圣道，而正得出世的涅槃。 这个当然都没有错，错在呢，当他，在知苦断集目灭修道以后呢，出离三界以后啊，他就啊，寂灭已修，更不前进。这个问题在这一段，他就安住在偏空的涅盘当中，心满意足，认为大事已办了，而不想再继续的前进。啊，那么这样子，一直这样的升级坚定的理解啊，这个人堕入定性声闻。 啊，这无闻比丘，啊，就是他不记足多闻，啊，只是小镇的学者啊，他也不是完全不闻啊，不是像我们一般人什么都不学，他是把他所有的精神体力都用在思维苦地无常、无我，但是在这个地方以外，他就不想学习什么叫做一心三观啊？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 这个广大圣深的中道实相，他也不想学习的。那么思这样成就真善曼，而成就他的伴侣弥佛菩提忘世之见。但是这个已经是一个圣人，了主要知道，这一颗跟前面不一样啊。四名第九，严金印心成去极国，唯也圆通变念盘整，胜常空种。那么是第九种的魔镜，叫做圆满成就精妙的功德。 因为他已经成就的这个啊初世间的偏空涅槃，而成就这个小乘的涅槃之果，但是从大乘的角度呢，他是违背的大乘圆通的佛性，也违背的大乘的大波涅槃之果，而生在残空，为偏空的真理之所残缚啊，而不想再前进了。 这个种姓的问题啊，在《法华经》就讲很多很多，《法华经》专门讲种姓。呃，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他就聊到种姓。这个人他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情？他有他的种姓。你比方说声闻人来说，他也有两种种姓呢、啊。有一种是定性声闻，有一种不定性声闻。有些人呢、啊，他一学佛以后啊，他一辈子就生长在小镇国家。 他今生出长在泰国，他来生还是生长在泰国，第三生还是在哪？在泰国。他内心当中完全所欣喜的就是直到一件事情：知苦断集灭灭修道，其他什么事都不知道。这个人他一定要证得阿罗汉果，定性生。他不可能回小巷的，谁讲都没有用。这种人就是所谓的定性生文有一种人不是，有一种人是他。 前几前三生在泰国，后来又生长在台湾，他也听了《楞严经》《法华经》，后来又生长在泰国，那么他的三根是怎么样夹杂，夹杂，有小乘的三根，也有大乘的三根，但是他的小乘三根比较强。那么这种人在修小乘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很有可能会小向大。你看法华,华会上佛陀三周说法，第一第一周说法。 舍利佛尊者就回小向大，这个人有，因为舍利佛尊者过去生，他修过大正佛法，诸位要知道一个观念，你修的福报会消失掉，福报消失，你，你说你今天去布施做义工，用完你到天上去想完就没有了，善根一到你的心中，你永远不会失掉的。你听过一部《楞严经》？ 结果你都没有去修，也没有损失，没有损失。大乘佛法除非没有进入到你的心中，它大乘佛法很奇怪，它一旦进入你的心中以后，它就永远的在你的心中停留，因为它为什么？因为它称性，它称合你的本性，你没办法把它破坏的。你说你后来很放逸到三恶道去了，善根还在，你以后从三恶道出来，你会比一般人早发菩提心。 那么这种定性声闻是怎么回事呢？他的二赖也是当中都没有修行大乘佛法，你要他回小向大怎么回小向大？那佛陀只好没办法了，只好为你先做小乘法，为师失权呢。啊，也就说这种人，他本身呢、啊、就是属于比较啊，他的学习是比较狭隘的啊，这个。 天台宗说这个是生灭四谛，在观察四谛法的时候啊，是用对立的心态，生灭就是对立的。他认为苦集跟灭道是不能共存的，有苦集就没有灭道，有灭道就不能苦集啊。大乘佛法在观四谛是不二，苦集当中有灭道，灭道中有苦集啊。这个是言教的四谛啊。好，我们再看下一段。 第十颗定性严绝，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它是决定证入偏空的正理，而成就严绝的圣子圣者啊。我们看经文，又善男子，穷出行空以灭生灭，而于即灭尽妙未言啊。这个地方指的是，他也是在第八世的这个初跟精这两个过程当中活动啊。看经文。 若于言荣清净觉明，发言深妙，极力涅盘而不前进；审慎抉择，世人则堕定性辟之。诸言独轮，不回心者，成其伴侣，弥佛菩提，往事之见。那么，这个修行人他在言荣的六根互用当中呢，他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升起一念的清净觉明之心，因为他这个时候心呢、啊。 他已经不受外尘的染污啊，那么在这个清净觉明心中呢，他就花心的去研究啊这个深妙的我空之理。那么他这个时候发明我空之理啊，有两种差别。第一种人是圆觉圣，他生长在佛寺，啊，观察十二因缘啊，顺利观察啊顺啊这无名缘行，行缘事，乃至于生老病死。 那么逆向观察，这无明灭者行灭，行灭者识灭，来自于生老病死灭。那么经过这两重的观察，他得到结论了、啊：原来生命是因缘所生的，因为有这个因缘才带动另外一个因缘，因为有这个因缘又带动另外一个因缘。在整个因缘的相续当中，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所以他从舌二因缘当中呢，观察到因缘性空的道理。 这个是岩结秤。这个毒结秤呢，它生长在没有佛出世的地方，没有佛，当然也没有佛法了。就在山中打坐了，啊，就是怎么办呢？春光百花开，秋赌黄叶落。他看到春天呢、啊，百花盛开；到秋天的时候呢，百花凋零。所以他看到这个外在的环境是无常败坏的。 那么他同时也观察他的内心呢、啊，也是情绪变化。你看我昨天的心情跟今天的心情也不一样，所以他从整个内外的身心世界也观察到，身心是无常的。从无常当中，他体验到苦地，无常故苦，苦即无我。所以从无常苦无我当中呢，他就独自的证得我空的真理，这个是独觉。 那么，总而言之，他就呢，极力涅盘而不前进呢、啊。在这个我空相应的涅盘之处呢，他就认为这大事已办了，而不再前进。依此这个而升起圣解，那么这个人就能成就这个定性的辟世佛。他的生命当中，他决定要证得啊辟世佛果啊，包括什么呢？啊，诸多的独觉啊，圆觉独觉这一类的，那么他。 暂时不可能回小向大的成趣半尼弥佛菩提忘事之见啊！是名地时圆觉文心，成上民国我也言通遍念盘尘，深觉延明不化言种。那么这个是地时圆觉，这个圆指的是在整个十二类生圆满十二类当中呢，它已经成就第八世的一部分的觉性啊。这个觉性指的是什么呢？ 因为第八世的觉性有两个，一个是我空的觉性，一个是法空的觉性。他证得我空这部分啊，那么他证得我空的觉性以后呢，文心他认为这个已经是符合内心圆满的期待，他不再前进了，而成就藏民之国，在一念的湛然光明的心中呢，成就我空的这个果位。 那么唯有言通变量盘成生觉言明啊，他成就一个独觉言觉的这个啊圆明，这个言明是我空的真理。那么不化，他不再接受佛法的教化，他认为他大事已办了，所以他就不再接受教化。当然，不受教化也就不可能再为小相道啊。这个声闻跟缘觉啊。 最大的差，他们两个都很像，都是正知我空啊哈，但是过程不太一样哈。这个严觉人圆觉人智慧比较高，就智慧有差别，一个深浅差别啊。生物人断见识的烦恼啊，如烧木成炭；但是圆觉他是更轻习气，烧木成灰，他把烦恼断了，那么也习气也破除了，他的智慧比较高，差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